最近我们国家二十条以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，这个媒体也好，不断的去发声，是吧？一旦这大家也是非常关注，是吧？到底怎么解读二十条，是吧？实际这二十条准的趋势是更加科学，更加精准，绝不是躺平，绝不是放开，并且要逐步的过渡到，是吧？和病毒的变化相适应，病毒变了，你策略就得变。他现在的病毒传染的潜伏期很短的，是吧？他现在重症的很少，都是轻症的，还是更多的是无症状的。所以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就可以在居家给他观察，不必都放到医院里去，是吧？所以像这边很多政策的调整啊，我们逐步逐步的，随着病毒的变化，随着整个疫情的转变，还会不断的调整，是吧？这个调整是根据以变应变。但是宗旨还是以人民为中心，把生命至上放到最高位置，更科学更精准。